女神漩涡冥想。双手伸到头部的上方，开始顺时针方向的旋转。开始唱诵咒音。让咒音的震动传遍全身，然后观想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道明亮洁白的光柱，光柱里面充满了数百万颗七彩缤纷的耀眼星光。花几分钟的时间继续旋转，并且同时唱诵咒音。然后放下双手，继续顺时针旋转。旋转的同时，唱诵咒音。让咒音的震动传遍全身，观想自己的心轮发出一个彩虹漩涡，漩涡一直向外扩张，包围了整个地球。呼请自己的双生灵魂、灵魂伴侣、灵魂家族、
灵性导师、扬声大师、卯宿星人、天使、海豚，还有其他光之存有。观想彩虹漩涡，唤醒自己的双生灵魂、灵魂伴侣、灵魂家族，让他们与自己合而为一，形成圣光曼陀罗上的合一存有。继续唱诵咒音，并且旋转，呼请所有的光之存有与自己待在一起。